事儿了。沈耀阳的身子呢？只有我家少爷的头。小姐姐，亮亮，你这孩子已经不是阳间的事儿了。红线围墙，攻击开路，阳间十里，阴间一步，去！菩萨保佑，亮亮早日醒来。小姐姐说带我去个地方玩，还送了我布娃娃。这肯定是小鬼把亮亮带走了呀，只有老爷去了阴庙，才能把亮亮叫回来。还给你。你们两个蠢货，相信什么妖术害死了老爷？不是妖术啊。你说不会真的有鬼吧？一叩首。为什么沈少爷会身首分离？我给的求鬼的法子向来都是安全的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我的儿子沈亮亮被小菩萨您拿走了一魄，还请您还给我吧。除非犯了禁忌。什么禁忌？不能回头。爹，我在你身后，你回头看看我。亮亮，大太太不能生孩子，经常烧香拜佛的，嘴里念念叨叨的，甚是吓人。当年你是怎么嫁过来的？我是来沈家做点漆的。点漆？哎，您好，请问是曲艺电台吗？案发当晚你说你一直在听坐楼杀妻。对。中途换了唱片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撒谎？